And welcome back to The Vibe. And here on The Vibe, while we feature headlining trends, we also cover culture stories that matter. Now, we continue our series report of the Game Makers. In this series, we profile people who have made weighty contributions to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or showed great passion for winter sports. Next, we tell the story of an 83-year-old skier who has no intention of retiring or calling it quits. Hey, 大家你好，那就明天咱们出发。 来一场，2021年的第一场痛快的滑雪。我自称为滑雪的老兵，山川健。我现在的年龄是83岁，但是我还不想退休。我有个85计划，80岁到85的时间，努力为冬奥会做些工作。 我今天来到了冬奥会高山滑雪中心，在选址的时候，我也是选址的一个成员。没有想到啊，几年的时间呢，这个地方大大变了样了。现在呢，这是我们的主索道 ，A1 索道。我记得在18届冬奥会之前，在长白山训练的时候，没有缆车上山。没有缆车怎么办呢？ 修建一条肩膀上的索道，我不能到18届冬奥会比赛的运动员和少年运动员，他们每个人在下面一直拍到上面去。运动员跳下来以后，他的雪板传递是接力式的一下传到起点。在长白山训练的运动员教练下山以后，在那待了半个冬天，由于紫外线的照射。 牙是白的，脸是黑的，扛着雪板，像山下的农民和人员不了解滑雪的，哎，你们是哪个马戏团的？他哪是马戏团呢？54年呢，正好新中国成立以后就要开展滑雪运动，那个时候选拔到滑雪队去的人呢，都是好学生。 我们在体校训练了2、3年以后，参加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滑雪的比赛。我在这一届滑雪比赛当中，一举夺得了3块金牌，感觉很自豪。甚至走路的时候，肩膀有点向两边晃着走。再往上远看呢，你从山顶下来以后，一个大弯，在那个点上，那是70%的坡度，运动员滑起来。 130多公里以上的速度要贴那个弯儿，难度特别大，是我见到的滑降线路是最大的难度在中国出现了。基本是1980年出去比赛的时候，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只能从那成绩名单上的后边找。我们去参加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就穿着秋裤参加了比赛。 国外的一些运动员看着中国运动员穿着秋裤去参加比赛，都感觉很奇怪，这是不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回来啊，在汇报的时候，我作为那个项目的主管，在那时候，我的心里是非常不好受的。回来了，我就征得国外啊，对中国友好的一些装备公司提供十几套运动服装，基本上十几套，也是循环使用。 今年出国的运动员出过去了，回来的时候啊，送由国家体委统一保管。第二年的时候，出国的人员，不管你身材啊、个头啊、大小来看，都凑合着再穿这个。那个时候已经穿上一套滑雪的服装出去比赛，甚至有国徽，那对运动员是个很大的激励。当时啊，运动员曾经流行一个歌曲：“我是一个滑雪的运动员。” 吃过苦，断过骨，但是我都不后悔。为什么？我只为国家，那得冠军。我叫滑雪的老兵，一直到现在，我一共在中国滑雪各个领域工作了大约是快70年了。为什么叫老兵呢？兵呢有战斗力，他们战斗，他不分年龄大小。 都要为中国的滑雪运动站到了最后的一刻。
中国滑雪这条路我要坚定地走下去，也不会为我这一生的愤怒。